之前7月多的时候就有先有更新一部分东西了哦。那约等下到 L 吧，找莱斯特，会在一个公园。好。在践行吗？他会突然的冒出来，感觉好像附近有草丛一样。他躲在草丛里面。我去厕所。好。啊，对，这黑的画面会很久。黑画面，好旧。累了哦。转很久，那就是 GTA 啊。哎呦！这边看街机厅有告诉，DSD 说他看街机厅有说要去哪边呢？不是哦，还是你刚刚真的是遇到 bug？ 因为我刚刚出来，然后就是很正常出来，然后没有跳什么任何任务之类的。哎、欸，太按到了，注意点哦！按到了啊！我要去拿零食，没零食。我刚刚是被打，我被打。哦，我刚刚也看到我受伤了，谁？我打回来，原子宝、啊，就是你的番茄，不是樱桃。你知道？欸他不让我抢车，等下他不让我抢车，他不让我抢车，我站在车旁边，他不让我抢，哎，什么蓝色啊？我的车在飞，外挂吧？哎，我他是 NPC 呢？我现在不能抢车，哎，我觉得这场有外挂，我离开了，我离开了，你开单人了吗？单人，好，过去，我过去，哎。外挂到底有什么好玩的、啊？创世神，自己爽，让别人没有游戏体验。对啊，难怪没朋友，就只能自己玩。嗯，有啊，有这面具啊，赌场的，赶快去买，娘娘。嗯，这是生存挑战系列。刮了。接下来看他第二任务，好像是在赌场。嗯，还在继续射。嗯，哦，咚咚咚，我下来了。有嘛？这个才对啊！刚刚车子射不起来，是死哪招？是吗？嗯，我刚刚你不能抢车啊。两分，三分。我挡，零距离自爆，不负责，你也会受伤啊！哎咻，大车挡不掉，买零食，离开空中别墅，这些想认真打点东西都被外挂弄，没办法，你在重攻，他在你身上。为什么我要自杀嘞？我被通缉了，赶快吃一吃。哎呦，嘿，我还没存钱呢，傻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，拍谁了？拍谁了？那个女士，不是那个女士，直接打电话跟我讲说，去找她、欸。啊？哦，警察不是我？哦，是贝克吗？对啊，好像是两个是不同线的。他直接叫你找他。你第二应该还有 L 吧？有一个 L。你先去 L， 那好像是 L， 好像是这一次的。哎、欸，怎么存钱我忘记了。这一次的，手机打开有一个 bank， 贝壳。我靠你 ，bank b a n k 哪一个啊？手机打开了，要先网路吗？财经与服务，嗯，然后最下面有一个 m a z e b a n k， 回了。
济公，济公，我的车车，跑掉了。哎呦，这一台战兵骷髅马在这里。爱照，你太靠近你的这载具，我刚不是清空载具了吗？我要叫我的骷髅马出来。骷髅马，骷髅马。跳舞哎、欸！让我叫骷髅马，翻不掉，哦、翻，跑、哦、这么远，翻，翻过去，翻，还想回来啊？还想跑？停下来！得了，阿尼，你翻走开！哎，老奥在这，成功了，哎、欸，没有很远，成功了。嗯，踩上去要直接进动画，空了，有了，成功，这里还想翻呢、啊？你们在干嘛、啊？在打僵尸，不打警察，打僵尸。哎哎、欸欸，翻那边，对对对 ，OK， 没问题 ，OK OK。越一边吗？直升机怎么办、啊？走喽！哎、欸，你怎么来了？可恶！哇塞，你都不会倒的呢，这个卡车真不倒。哦啊！翻了！我靠，屁嘞！翻了！哇塞，屁嘞！倒就倒，不要起来！很乖。我自己再试一次哦。嗯。还想跑啊？嘿嘿嘿嘿嘿。CEO不行，那就摩托吧。嘿嘿嘿嘿，哇，爆了！哦呦，哦哦哦哦，我的发，我的发！哎呦，看这条轻巧任务是旧任务的后续，而不是……哎，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原本的任务的后续耶，所以我们旧任务。可如果没办法接的话，可能要先把我们新任务没办法接的话，可能要先把旧任务解掉。哇哇哇！你怎么还可以动啊？哇，好猛哦！哦，我有了，准备设备。我的妈呀！刚、哦、卡住，所以真的是遇到 bug。嗯，我刚怎么按都没有，这次按就有了。嗯哼。使命通快递幺幺，因为我现在先跑那个设备而已，设、哦、备可以帮你一起接啊。我、哦、可是因为接下去了，哇，好长哦，前面都是警察哎，阿俊，他追谁呀、啊？云月吗？啊？没有啊，一堆警察在追谁？我进动画，我进动画，他应该就追不到我吧 ？DSD，DSD。哦。这是好东方人的脸哦、啊。对啊，是不是？嗯。是他讲话还是讲英文？是啦，不像陈涛。没有台警车比较好。我白痴啊！按到左键，叫你起来！啊，起来哈！台杆起来啊！对不起，死了。啊，告诉你谁才是王哈！哎呦，看什么？飞吧，飞！哎、欸，你怎么可以偷跑？我们叫你跑啊！不要跑！拧不到。OK， 被抢了。嘿嘿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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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一转头人就不见了。你是在赌场那边玩啊？对啊。哦吼！我特警出来了。好了，我这边解完了。好，那然后你就要买那个。怎么爽？对，冲过去，砰啊！嘿。我现在就是等杰克接完前置喽。也可以。我来了！哎呀，不要追我！哎、欸。在这里啦，全员逃走中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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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哎呦！哦，终于拿到设备了。等一下，这里好可怕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僵尸入侵啊！哦，僵尸还会开车冲去找你们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，还会开直升机，好强啊！没有，那是会飞的僵尸，飞行僵尸，飞僵。你这样子作弊，啊、你这样作弊啊！对不起，没事没事没事，颠倒飞行开始。那不是要有那个什么？你看僵尸，他有那个、啊，有飞机啊，有飞机给你啊，你可以去找。No!到处会有飞机吧？嗯。啊，还有警察的飞机。啊！死了。近战击杀！哗啦！哇！倒着飞行。啊，这里有一个。哦，卡住了，就是你了。啊，这车真烂，嘿嘿嘿。到了，看怎么样喽。好，等你。活动开始还有一分钟、嗯、哦，进动画，哇，好聪明哦。嗯、啊、没有，就是有人接了延长线，但是延长线的插头不插的啦。嗯，太棒了吧！太会啦！真的太会了。悬赏差事。我忘记 GTA 这个东西有没有油量限制欸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。怎么了？想玩 RP？ 我开飞机看到怕有油量限制，你怕你飞一飞就掉下来了吗？对。不，我还没到五秒。开始喽！
为什么我都没有计算啊？要飞低一点吗？对，要低一点。我会炸毁你们！啊，我的翅膀没了，撞到树了 ，bang！嘿嘿，旁边还有一台，旁边还有一台，有乱流，有乱流。嗯，看来该去炸哈基喽。怎么了？就是莱斯特来讲他的计划，但是、其他 NPC 跟自己不知道他在攻啥桥。然后把黑板画得很奇怪。爆啦！太低啦！晕的，会晕的，别看画面。这计划不知道怎么看。嗯哼。欸，飞到海上不行啊，飞到海上就重新计算了。可恶！哇，主角真会画画。怎么了？真的有点飞机死掉。你知道的太多了。我看到有飞机坠机的。我剩一个翅膀而已。我把你邀过来了。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。好，在忙，我在结束哦。好了，我过去了。啊，嘣！哦呦！哦，所以这一个地方也是可以赚钱的。嗯，我听到有人爆炸了。好了，进入标仔。我已经加入了。标起来。欢迎，欢迎妖怪来。标起来，接机铺，我到接机铺了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没进去？第一个是加入吧，第二次要才是进去。对，刚才有要两次。哦，好，我倒着进去。这可以打电动吗？欸、可以、欸。当搬件我不知道、欸，可以吗？可以、欸。接机铺，走妹子啊！1997，你好正哦。有没有七海？没有七海。之后可以买，之后那个游戏机可以买。买七海。我说我多少？我知道有没有七海这东西啦。你知道什么是七海吗？你知道七海是谁吗？对了，不知道。完了，你要被干爆了！七海的粉丝很大，很多呢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哪个？到底是哪个？你竟然不知道七海？七海路遥知不知道是谁啊？完全不知道。哦，完了完了完了！你叫很大声那一个吗？迪丽特，迪丽特，完了。不能离开吗？按住啊！离开离开离开。好了，来吧来吧。好。你不知道会打电动的七海是谁哦？我来了我来了。太知道。那唱歌的七海你知道了吧？我不知道厕所不对，不知道是厕所。你们两个去厕所干嘛、啊？对对对，我不知道、啊。走错间了，走错间了。对，然后追下去。夹、欸、娃娃机耶、欸！看里面怎么有人？那不是夹娃娃机，那是占卜。那是占卜机。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下莱斯特的杰作，这个。好，哪个？他这里，这里，我这里。原本他刚刚在画策划是画这样，请问知道怎么？啊、黑板，黑板，你看黑板，反过来了吧？没有，因为主角把它翻过去了、啊。哦，翻过去画另外一边，画自己的、啊，你看自己的，很棒吧？哦，简单明了。哦、好了，那就来了。好，来吧。嗯，
你们出来了吗？手出来，出来了。哦，好。有，出来了。侦查。是有特殊的车子吗？前面？这边好像是我之前虐 NPC 的地方。前往赌场，应该是自己过去吧。哎、欸，好吧，这里吧，玩玩这个。你们要上车吗？我自己叫车。我叫 Uber。好。好。哎呦！哦，烦了。这里。用手机拍下莱斯特的侦查要的相片，就是要拍哪边啊？跟以前的那个末日没有要进去正门入口照片，就只是拍外面拍照拍一拍吧。哦，就跟之前的什么美丽威瑟的基地那边一样。这个吗？要去啊！然后用自拍模式，要去啊！用自拍模式自己要入境。莱斯特。这一张可以吗？哦，有哎、欸，他 OK、欸。你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哎、欸。所以大家都要拍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拍，我拍一下。八拍子。你做了什么？我要下车，我按到一，然后我就爆冲。好，每个你们也要吗？好像是，主要是你是不是啊？感觉是哎、欸，我刚拍、嗯，你拍就有，我拍就没事。进入赌场，感觉是接的人要哎、欸，就你做事就好，嗯、不用我。其实这是单人抢劫、喔、嗯，可以带三个人的单人抢劫。保全人员。所以你知道进去里面拍照的意思喽？嗯，进去怎么进去？我要拍保全人员、电子门锁、保全摄影机、侦查保全系统。他门口没有入口可以进去啊？哎、欸，我下一个侦查的保全人员，怎么改成自拍？按我忘了。好了好，按中键，下一个。因为这是摄影机吧？哎、欸，真的。